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的商业美食米饭，我们大家天天吃，特别是南方的朋友们，我们几乎每餐都离不开大米。那么你吃的大米够健康吗？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分享，只要用一张纸巾就能分辨出大米的好坏，大家都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三女娃以前去读书，要是去到乡镇或者是县城上，每个星期都得背着米去。像现在的娃经济好啦，交通方便啦，坐着车带着钱去，不像我们又走路又背米去学校。与时俱进，我们的国家真的发展得很快。你们有谁上学的时候也需要背米去学校的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大米呢，它是我们最主要的粮食，可是呢，市面上有时候会出现已次冲好的大米，把一些陈米或者是劣质大米掺进工业石蜡进行反复抛光，使得大米色泽变透明，有光泽感，然后呢，将这些大米充当新米来售卖。这样的大米食用过后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，那么避免买到这样的大米，我们去购买大米的时候只需要带上它就能辨认出来啦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大米，一种是哑光半透明状态的，并且我们手抓上去放下来的时候，它会附着着一些大米淀粉在手上。一种呢是透明，比较有光泽感，并且它比较干净无淀粉。下面我们就拿出两张纸巾来测试一下，分别测试一下这两种大米。每张纸巾上分别放入一小把大米，然后用纸巾把它包裹起来，放到手心上拽紧，另一个也是一样。两边的手我们都要把它给拽紧，然后呢给它拽上十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来看看，这边的大米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纸巾非常的干爽，无湿印也无油迹斑印，这样的大米呢说明它是新鲜优质的大米。我们再来打开这边的来看看，如果这张纸巾上面我们看上去有一些湿或者是有着油迹斑点的话，并且手摸上去有一些粘手，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一些已次冲好的劣质大米或者是陈米，这样呢大家就可要谨慎购买啦。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，轻轻松松的能辨认出来了呀？方法非常的实用，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哦。如果要是不确定你买回来的大米是否是优质新鲜的大米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用火来烤一下就能辨认出来。我们来准备一把火机，然后用一个勺子，我们舀一点大米在这个勺子上，然后呢用火机打起火给它烤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大米给烤一下。如果在烤的过程中这个大米散发出来的是清香的米香味的话，则说明它是新鲜优质的大米。如果要是闻到一股霉味或者是一种很刺鼻的化学物品的味道的话，则说明是一些发霉的大米或者是陈米，甚至很有可能是经过工业加工过的大米。所以以后我们在购买大米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啦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，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分享出去，帮助更多不知道的人。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